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雷欧，好久没有拍视频了，今天拍一个特别简短的安利视频。这个是小米的充气泵，便宜又好用。大家看，我现在已经把我前轮的充气塞拿下来了，轮胎换了到现在呢都还没有充气。我们来检查一下胎压。要知道铸造轮毂和无内胆轮胎呢已经很少漏气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定期的来检查一下。拔出来就自动开机了，非常方便。我拧上之后呢就直接显示36 PSI 当前的压力。那么我们来对照一下，说明书要求的是多少。看了一下，前轮要求是33 PSI， 后轮是36 PSI， 也就是说这三个月以来，根本就不需要打气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后轮，大家可以看到后轮是44，也不需要打，这都半年多了。哎我去，行吧，那就这样出发。